大家好，我是丽江市商务局副局长陈光明，我荣幸地向大家推荐丽江。丽江是改革开放18个典型地区之一，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。这里天蓝水清，草长莺飞，禽鸟欢唱，是宜居、宜游、宜商的一块宝地。丽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，在全社会营造重商、轻商、富商、安商的良好氛围，形成处处都是投资环境、个个都是招商形象的良好局面。为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，丽江市出台了双创十五条，鼓励发展私募金融、英才计划、人才绿卡等一系列投资鼓励政策。丽江市承诺，凡是在云南省境内可享受的投资鼓励政策，在丽江均可享受。丽江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，使文化旅游、星级载人、高原特色农产业、生物医药和大健康四大产业发展迅速，构建起了具有丽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。未来丽江将大力引进星级载人产业项目，建设水电硅材、水电铝材一体化产业基地，积极打造大数据产业高地。我为大家重点推荐以下项目。项目一，永胜县澄海康阳小镇项目。项目二，丽江市古城区大东温泉休闲度假区开发项目。项目三，金沙江丽江绿色生态经济走廊建设项目。项目四，永宁坝摸索古镇项目。选择丽江，丽江不会让你遗憾。投资丽江，丽江一定会给你带来丰厚的回报。丽江热情欢迎中外有识之士前来丽江投资心意，共谋发展，共享发展，共创辉煌。